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中揭开生命秘密的两个重要密码，爱与感恩之后，已有不少朋友在真心领悟其中奥妙的心境中，的确扭转了原本身处淋漓的困窘与烦忧，让他们在自身很平和的心境下，确实领悟了大自然对每个人那份纯真无伪的爱。有些人在看到自己切身在之前与之后的差别，不禁滴下了动容的热泪。这在在的诸多实例，似乎已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只要你愿意，天地的爱是永无止境的。我何其有幸的，因为种种的因缘成熟所致，把生命密码的诸多奥秘赤裸裸的借着《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公诸于世。其中的最大用意，就是希望天下的各地友人都能够彼此打破陈年的框架，无私无畏地真心接受天地的爱，让一切事情都能够变得那么简单，并且在真心投入之后，从此为我们的明天点亮一盏灯，让改变命运不再是传说神话，尽简单到就在当下。而最重要的是，无论贫富贵贱，只要真心，只要愿意，天地的恩宠就会从下一秒开始。根据诸多读者的反馈，他们说这本书虽然用轻松白话的口吻道尽了诸多重要的人生课题，但奇妙的是，在他们一遍又一遍反复读透此书之后，竟哑然发现每一遍的领悟中都有许多截然不同的领会，带领着他们欣然进入过去、现今、未来的生命隧道。而且因为在有光的祝福中，他们不但不再畏惧害怕过去恼人的诸多主题，反过来的却是在自己扫去过去人生的诸多阴霾之后，他们竟然也瞬间蜕变成人世间的发光体，去引领世界各角落需要被帮助的有缘人。我常奢望着，如果地球上能够多些人都像这些读者那么的发心与用心，那么的可爱，那么我们的世界应该会越来越好，而且我们的生活品质也会越来越理想。因为有福的人多了，世界的诸多现象就会变得更加吉祥，而这个进步的象，就是宇宙殷勤期盼我们能够真正迅速达到的一个目标。好感恩这些实证书中伟言大义而得到丰硕成果的读者们。有些人因为这本书而改变了生活中的问题，其速度之快，正是让人难以相信。有的读者在一个礼拜、十天、两个礼拜就已经有明显的成果的改变，有的读者在一个月、两个月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事过天晴了。若不是他们的努力，又哪里可以明白地告诉世人，在这本书中的诸多观念与方法是确切真实的呢？若不是在他们持着简单的赤子之心热情投入，又怎能真正的抓到重点，为自己的未来定论了独一无二的必然脚本，因此在人群中带领着更多有缘人一同遍尝诸多宝贵的惊喜。在《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中，我一再强调，无论是有没有宗教或者是任何门派的朋友，只要大家认同我们每天所见的太阳是同一个，那么这本书就是为每一个人所写的。因为真理只有一个，绝不会因为教派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只要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投入书中的一字一句，并精进地帮助自己越来越容易得到各种成就。
对于大的目标我们姑且不谈，但至少先为自己的健康、财富、家庭、工作化解原来诸多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进而事事顺心圆满，感受书中诸多方法为您带来的震撼与种种原来都认为是不可能的，后来解决之后的惊喜连连。因为世界的问题不外乎皆源自于无数的家庭与个人的问题，我们只要把世界上各种个人或家庭的问题解决了，这个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可爱，而人类才会越来越有希望。在诸多读者与我互动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笃定的事实，对于那些真情投入、一心一意想要得到突破的朋友，几乎人人都没有失望。那些后来改变的事实就像是一面镜子，再回应了原来认同有多少、发心有多少，后来的成果就有多少。在这时间，有些事情必须要在自己尝试了之后才会知道中间的奥妙与难得，也才悟得原来自己手上所捧的竟是有钱难买的珍品。所以后来又因为原来这样的心态，为自己增添了更多生命中无数可为的创，之后在生命的起跑点上总是接受更多天地宇宙的无穷祝福。我常说超级生命密码这本工具书就像是我们平常经常用到的电脑一样，书中所教你的东西就像电脑原本的必然配备一样，但当您接上了网络，那包罗万象的各种内容就绝对不是原来可以想象得到的。而当我们因为这本书将自身与天地宇宙相连，那时内容的丰盛也绝不是现在可以猜想的。所以我鼓励那些还没有真心试试的朋友，千万不要轻言做结论，因为那无数的精彩就在于你的决定，没有人能够左右。我是个比较喜欢低调的人，但在今天这则新闻中，前面所报告的一些实际情况，可能有些人听来会感到有种夸张之嫌，若真有所感，也希望您的海海千万不要在意。真的好希望您在闲暇之余也能抽空对我前面所提的诸多事项客观地做一积极求证，若真如同我所说的，那么您也能在自身受益之后让更多人一起有此机缘，同蒙天地之福，同转人间出路。我想只有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美，你我在这世上才会更有意义、更有活力。有人说生命苦短，不少人对这句话有着深切的体会。如果我们经常都能接受到宇宙的祝福、天地的恩宠，那么我们就是最名副其实的幸福新宠儿。您是不是也想跃跃一试呢？至诚地邀请您也能经常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的网站或者是脸书等社群网站看看走走，毕竟在这匆促岁月里，唯有你我彼此关怀、相互分享成长的喜悦，也才能经常捕捉到欢喜充满的好心情。再会了，我的朋友。